身心加一份。打得很辛苦吗？提起精神，重新振作。反正我刚没有看到啊，不过我不知道有没有。你有金的 ，OK OK。好，提升旅刃等级的消耗增加一。不知道会有多大影响。我觉得第二轮好像应该就要开麦了。第二轮好像应该要隐身了，我觉得，卖感觉太亏哦，因为你如果卖的话，就跟前面之前以前节奏一样啊，差类似啊。超巨大狗狗，它冰两个，冰两个恐龙哦。打得很辛苦吗？出来玩游戏，出来玩游戏喽！胜利，你的手下很认真干活。全知道。说真的，拿光牙的话超好，对不对？光牙我们就直接已经有四组了，好憨哦！看等一下应该也是要卡四星一轮吗？哇，怎么一堆人在玩这个啊？今天不是卤味之夜，我还是不小心去吃卤味，干爆炸，干，搞我们只要不要敲到那个一，我们就会平手。OK， 这其实还可以才对，会有点难用。
出来玩游戏喽！光哑巴。No， 这样很糟糕。大爆炸，这有点痛。19。我有些新的属下能让你雇用哦。我的盾会昂刺而举。寒风指引我。剑红蓝风指引你。等一下，这不应该摆这。Shit！ 哦，没事，没事。为什么不冷光？哦，好像是哦。先攻吗？行。他爆炸了吗？3，他还没爆炸。我个人认为，要玩就玩大的，不然干脆回家。Shit！ 少了个手下，多了个金币。死。怕被很少，不大，没有很怕，没有很怕。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
哪一个毒？干两条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他应该是还是在玩圣盾流吧？这不知道够不够好。哇，他来了、欸！因为有同虚的关系，所以钢牙会 double。可是，对啊，可是这一有可能会有作用啊。而且钢牙是加二，表现不错呀。五，来雇佣一名手下吧。嗯，我们其实蛮想要这个的。感觉应该不够大，感觉应该爆了。这会让他重置圣盾啊，然后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，所以有可能会重置两次圣盾，所以感觉就这个的毒比较多，虽然看起来比较少，可是其实比较多，因为这有重置圣盾的效果。他死了，欸，赢了，吃鸡，重回8000。